大家好，我是小鸡。小鸡，你今天在做什么呢？今天改当征信社的员工，你怎么开着一台警用直升机呢？对啊，我今天开着一台警用直升机，上面还配备了高倍率的望远镜。现在呢，你今天的任务就是要去找一个银行的时间管理大师。现在开到了 Motel 附近，使用直升机以及高倍率的望远镜来进行搜证，寻找管理大师。然后对着窗户来做搜寻，现在看到的是游泳池，没有看到时间管理大师。没有在游泳池旁边，两人穿着泳裤、泳衣、泳裤一起游泳吗？在附近的窗户看一看。都没有人，这个是做征信社最困难的部分。现在在将直升机移动到饭店的另外一侧，继续搜寻。好，从每个窗户去看。找不到，找不到。看看这个楼梯间啊，这个窗户看进去有没有人啊？没有，再移动到另外一侧看看。再切换高倍率望远镜，有看到了。两个人抱在一起，照个相作为证据，再传给承办人。任务完成。好，这样就可以了，离开这个区域。任务完成，取得金库密码。现在把直升机飞回到基地。Hey, good work. If that asshole don't want this pick in the wrong hands, he'll have to give us the vault code. And then I'ma snitch on his ass anyway. There's such a thing as justice, y'all. 那准备降落，降落之后也可以看看这一台直升机，警用直升机。各位朋友啊，不知道你有没有遇过时间管理大师呢？时间管理大师四处都有，但他的特征就是会
时常发脾气，摔公文、摔文件、摔电脑、摔键盘，还有你做什么他都不会满意。这时候你就可以委托小鸡征信社，会是一个不错的方法哦。今天就介绍到这里，谢谢各位，拜拜！记得按赞加小铃铛。